从开始，你对女朋友要求高吗？其实并不是特别高，然后主要可能是就符合一些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些小小的感觉和愿望吧。能具体讲讲吗？可能我是希望他有一种自己的时尚的一些感觉，然后不要随大流的，然后去追求每一季的那些潮流的衣服，然后不要买一些就是大家都会去穿啊戴啊的那些包和首饰，而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品味。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的话，可能我会比较希望就是他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家庭背景，然后一个良好的一个教育背景，然后可能会有就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优雅和性感吧。除此之外呢？在除此之外的话，我可能会希望他给我留一定的个人空间，然后在婚前的话可能不要同居在一起，然后一直保持就是约会 hangout 的状态。好吧，讨论完毕。